奥运冠军、职业拳击运动员邹市明曾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获得48公斤级冠军，荣誉满满。邹市明和冉莹莹相识在贵州老家，两人在2011年结婚。2011年6月，邹市明的大儿子邹明轩出生。2013年，邹市明的二儿子邹明浩出生，一家四口相当幸福甜蜜。二一大早，冉莹莹便在微博晒出了邹市明与两个儿子的合影，并配文道：一大早看到这一幕也是心满意足。画面中，邹市明手捧一本故事书。视频前的你，如果在男性持久力、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，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，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，延时20到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增强夫妻性生活，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